玉皋把经过讲了一遍。哎呀，这一点经过，朱元璋就倒了手啊，孩儿啊，一念之差，你知道你惹下多大的祸呀？四五万人都为你死了，我们大败而归，元帅性命危在旦夕，孩儿，你打算怎么办？玉皋说：“我没别的说，现在我就回大营，往元帅的床前一跪，杀剐存留，任凭自便，祸由自取。那怎么办呢？主公该怎么处置我，怎么处置我，我甘心领罪。”人家这不说别的，旁边那沙克明、沙克亮哥俩嘀咕起来了。沙克亮就埋怨他哥哥：“你干的什么事儿？有你这么干的？你捅这么大娄子，将来怎么收拾？”当兄弟的这一埋怨哥哥，沙克明有点挂不住了。哎，我他妈里外不够人呐！玉皋表弟，哥哥不是人，我对不起你。我各位老少爷们多加原谅，我是个浑人，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啊？糟蹋粮食啊！死啊！大伙认为他说玩笑，哎，沙克明拽出宝剑，抹脖子，胡大喊一口：“呀，我这孩子的脾气怎么这么大？快点抢救抢救！”抢救个屁，把气三管都拉断了。沙克亮一见，放声痛哭啊！所有的人也为之一愣。你说这件事儿是大家意想不到的。蓝面瘟神花刀将于老又捶胸又跺足，恨自己。自己要不是跟元帅闹这种矛盾，也不至产生这个后果。越想越后悔呀，也对不起表哥。众人就一阵大乱。这沙克亮哭罢多时，把眼泪擦干净，好像想起一件事儿来。万岁，各位表弟都别难过了，像我哥哥这种人呐，死有余辜，他早该死。年轻的人吃醉了酒，无故闯祸，捅了这么大的娄子，像这种人不学无术，活着糟蹋粮食，死了无非臭快递。方才我倒想，他死了也有好处，因为他长得像我表弟于皋，于皋呢又是元人最恨的，我打算拿着他的脑袋赶奔金龙交尾镇前去卧底，如果受得元人的重用，我把大阵里的奥妙探听出来，帮助咱们明营攻破这座大阵，立功赎罪。万岁，您看如何？我呀是非去不可。沙克亮这个人一条道跑得黑，他的主意要形成了，别人全拧不过来。朱元璋一听大喜，说既然你自报奋勇要赶奔元营前去卧底，事关重大，你要千万多加谨慎啊。主公您放心吧，我觉得有点把握，假如说被人家看漏了，这戏法没变灵，我宁愿死在大阵，
也不能透露明灵的消息，您放心吧。咱们书说简短，沙克亮拿着他哥哥的脑袋就混进金龙交尾镇，安下他咱暂且不提，单表明营众将保着朱元璋带着余镐回到连营，余镐啊摘盔卸甲脱露光膀子，脑袋上顶了一根竹杖，自备欺负自己把自己绑上，来到元帅的寝帐前来请罪。一看徐达仰面朝天在床上躺着，那脸呢跟白纸一样，很多军医官在旁边伺候着。余镐心里一阵难过，哭痛跪倒在床前，元帅，元帅睁眼，我回来了。徐元帅恍恍惚惚听见耳边有人呼唤，强打精神把眼睁开，一看皇上各路将军都围在床前，有人在那跪着，这是谁呢？仔细一看这才看出是余镐。再看余镐哭的这眼泪是一双一对大大往下掉，元帅千错万错都错在我的身上，我不应当老惦记过去我爹的仇恨，误会了元帅，砍了您一刀，我是死有余辜啊，我向您请罪来了，愿意杀您就杀，愿意剐就剐，您把我打死我也无有怨言，大帅我给您赔不是来喽。说着磕下头去，这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、啊。元帅恨他那是必然的，要没有余镐的激将法，儿子徐继祖也不能死在这里，余镐要不给自己来一刀，现在也不能落到这步田地，能不恨吗？但是徐达多聪明，一看这个意思，朱元璋所有的英雄都有替余镐开脱罪名的意思，假如自己抓住不放也有失身份，再者一说杀人不过头点地，这么大的元帅能跟他计较吗？最后徐元帅点了点头，余将军说起来也不全怪你，本帅也有不对之处，我不怪你，赶紧回帐休息去吧。一句话一天云彩都散了。朱元璋心里特别高兴，但是就这么完了那也不行啊。朱元璋这才传旨将余镐的官职一撸到底，贬为平民，日后在军中效力以示惩罚。另外呢，有人提着他那个脑袋到镇里卧底，那是个假脑袋，那余镐要再出来那不就露馅了吗？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让余镐化妆成军兵在营里头藏着，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，众人全心致志就听着沙克亮造反大阵的消息。好嘛，真是石沉大海，左等也没信儿，右等还没信儿，光阴似箭20多天过去了也是烟空信了。朱元璋可坐不住了，连军师刘伯温满营众将全急得抓耳挠腮，人们纷纷议论出什么事儿了呢？
难道说沙克亮被人家识破了？又不像，要识破了怎么也能听着点消息，你说没识破怎么没信儿了？最后大家决定找一个有武力的人偷着进金龙角尾镇探听消息。这头一支令就派到小撮子徐芳身上。徐芳挺高兴，背后背着一对铁棒槌，斜挎百宝囊，吃罢晚饭辞别众人，赶奔大镇。原来给他的时间是一天，无论如何把信儿也得捎回来。但这一天过去了，徐芳也没回来，什么信儿也没听着。众人一看，准是出事了。徐芳做事十分精细，他绝不能耽误时间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朱元璋往旁边一看，就瞅着自个儿这个兄的朱深、朱永杰。贤弟啊，你再辛苦一趟，二次进镇，你看看徐芳究竟是死活，沙克亮究竟怎样？另外，怎样破阵，你要把情况摸清，速报阵制。遵旨。朱敏杰心里高兴，一则有那个能为，二一则皇上亲自传的旨，这是无限的信任，那觉着光荣啊。到了第二天晚上，朱永杰吃罢晚饭，周身上下更换了夜行衣靠，背背三皇宝剑，也起身告辞。朱元璋众人等着不说，单表朱身，因为他进过一回大阵，脑袋里模模糊糊有点印象。走南镇门丙丁火，往下一哈腰，施展夜行术，时间不大就到了镇门了。扎着背往往四外一看，一无鸡鸣，二无犬吠，伸手不见五指。今天晚上是特殊的黑呀。他来到镇门切近，看看左右无人，伸出手来一点那兽面，就是那门上那老虎脑袋叼着个环子，碰动了消息，就听这扇门嘎子嘎子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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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里面空无一人，他看看没有什么消息埋伏，低了腰站起来，这才进了大阵。类似这种情况，他就过了八道阵门，书说简短，就来到中央无极土。为什么这一次这么顺利啊？这与人多人少有关系。如果朱元璋派人打阵，摇旗呐喊，带着千军万马，当然那个动静太大，援兵有所绞杀，这一个人身轻似燕，比那可方便的太多了。尤其朱深又满身的武艺，就进了这几道阵门也无人发觉。等他来到中央无极土，扎着背往一看，这才看清楚，中央那个将台能有三丈高，上面修着五色的栏杆，在这将台的中心是帅府。他明白这是指挥大阵的中心指挥所，两旁边有梯子可以通上下。朱深一眨了眼睛，不行，这上肯定有消息埋伏。我听老师跟我说过，凡是这种阵里头，翻板转板连环板
脏坑、净坑、梅花坑，冲天刀、立天弩，一步走错，粉身碎骨，这么上是不行。我在哪儿上呢？他又一看，旁边有个旗杆，这旗杆高了下有十几丈，抬头往上一看，挂着一盏灯笼，哟，他看见贾雨狗的人头在那挂着，呲牙咧嘴，好不吓人呢。哦，那这么看，沙克亮是没事儿，这不人脑袋挂在这儿呢。沙克亮现在在什么地方？他心里也着急，试验试验这根旗杆，没有什么埋伏。他使用猴爬杆的本领，爬到杆上去，居高临下，就跳到台上帅府的房上。当跳到房上，脚踏瓦笼，往下观瞧，这才看清下边有巡逻的军兵，两个一对，两个一对，更邦所响。这大阵里的弦子阴森可怕呀，他趴了也就半盏茶的功夫，正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动呢，突然听见有人喊：大帅巡阵，大帅巡阵，大帅巡阵。朱深往下看着，就见对对红灯开道，前头来了一哨军兵，能有一百多人吧，在正中央有两个人，上春手这位穿着一身便装，腰悬宝剑，他一眼就看出来是元人的四宝大将元帅托金龙。他往托金龙的下春手一看，有一人头戴软包巾，身披团龙袍，腰束金带，也挎着口宝剑。这个人非是旁人，正是卧底的沙克亮。行啊，朱深心里一阵的高兴，怎么他穿上这套？甭问，他是取得元人的信任了，这不跟托金龙在一块儿吗？书中代言，沙克亮这个小伙子有两下子，你看他跟哥哥就不一样。他哥哥沙克明是个大草包，心直性梗，性如烈火，头脑简单，遇上事儿不加考虑。但是沙克亮就不一样了，胸怀锦绣，道道很多。他拿着预告的脑袋到了元营，这一请降，凭着两行伶俐齿，三寸不烂舌，把元人都给骗住了，再把这个假脑袋往那一陷，胡尔卡金十分高兴，一看是预告的人头，当时就加封的副阵主，协助托金龙守阵，真是一步登天呐、你没看这么神奇吗？当然朱深不了解详细的情况，他看着就见两个人迈步走向帅台，有亲兵把门开开，进了中心指挥部，时间不大，里头灯光点着了，亲兵全都退出来。朱深脚踏阴阳瓦，使了个珍珠倒卷帘，点破窗棂纸，朝着望屋看，就见这屋十分高大，正中央的桌子，两旁边的椅子，好像个会议厅，靠着墙那边摆着不少铁柜，柜上标着字，天字一号，地字二号，人字三号，元字四号，一个一个往下排着，能有二十几座，上头都带着象鼻子大锁，可能里边锁的都是贵重的东西。
霍金龙居中而坐，沙克亮在旁边陪着，两个人正谈话。要知心腹事，单凭背后言呢。诸神屏息凝神，听他们说什么。就听沙克亮在这说呢：“大帅，看这意思，今儿晚上不能有事儿吧？也不好说。两国交兵，瞬息万变呐。你看这阵儿鸦雀无声，一会儿明营就许派兵打阵，咱不可马匹大意。是是是是，卑职谨记。另外，你是新来的，对镇里的事情你要精通。比如说打起来，本帅领兵带队暴打前敌，这个镇就交给你了。所有的消遣埋伏，镇里面的布局，你要多替我分神，懂吗？卑职记住了。不过我初来乍到，俩眼一抹黑，对镇里的奥妙心里的一点底儿都没有，我不敢伸手，我怕把事儿给弄砸了。哎，没告诉你大胆的干吗？这些日子领你观看了东西南各镇门，另外也看了消息埋伏，你还有什么不懂的？大帅，您说的倒挺简单，这镇里的变化太大，所以我这个脑袋里头杂乱无章，就好像没数似的。好吧，今天晚上趁着这阵的机会，我再重新教给教给你。哎哎哎，就见托金龙在腰上拿个钥匙，一挥手到了天字一号那个柜前头，嘎嘣把大锁打掉，铁门拉开，在里边取出不少东西，左一卷右一卷放在桌上。诸神就注意看着，其中有个黄绫子包着那么一卷东西，就见托金龙把黄绫子展开，里边用丝绸画了一份阵图，当然离着远他看不真呢、啊、把这阵图就铺在桌上，四几角压好了，托金龙指指点点在这交给沙克亮。正在这么时候，突然间听见有人喊了一声：“着火呀！”诸神不知道这嗓子谁喊的，抬头一看，是大惊失色。